泥泞的热带沼泽、湿热的非洲雨林、爆炸的飞机残骸，以及100多具还在燃烧的尸骨。一架满载114人的客机在夜空下直直地坠落在了森林沼泽里，顿时火光冲天。事后调查人员接受采访时说，这是他见过的最恶劣的事故现场。那么飞机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意外情况？调查员打开黑匣子的录音之后，又为什么集体惊呆了呢？下面让我们回到2007年，看看这起放眼民航史上都不敢上演的空难全过程。欢迎来到胡思乱想，一个专注于分享优质好故事的地方。2007年5月5号午夜时分，肯尼亚航空的507号航班从喀麦隆的阿杜拉国际机场起飞，飞往肯尼亚首都内罗华。这是一架全新生产出来的波音737飞机，刚刚服役半年。飞机上坐着来自27个不同国家的105名乘客以及9名机组成员。驾驶本次航班的机长是来自肯尼亚的52岁的弗朗西斯·旺威亚，拥有超过8600小时的飞行记录，看起来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司机。而副机长安德鲁·基鲁是个23岁的新人，刚刚加入肯尼亚航空一年的时间，只有800小时的飞行经验。这是一次经典的老带新飞行组合。当天的天气状况不是很好，因为强烈的风暴天气，飞机安静地停留在机场上面。此时飞机已经延误了1个小时，所有人都在等待天气好转。这里处于热带，气候复杂多变，大家都对这种情况见怪不怪了。但机长旺威亚还是逐渐失去了耐心，他打开了飞机上的雷达，观察着雷暴云的范围变化。很快机长就得出结论，雷暴云此时已经很小，并且处于跑道的末端。他相信自己的技术可以偏离跑道中线起飞，绕开雷暴云的范围。于是机长接通了塔台，向塔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且请求起飞。塔台很快就给出了肯定的答复，请求允许可以起飞。收到起飞通知后，两名机长赶忙开始检查各种飞行程序，飞机开始缓缓地滑行在航道上。副机长安德鲁还是个新人，他的很多操作都还需要去询问机长，得到旺威亚的肯定之后，他才敢继续操作。而机长也表现得十分自信，展现出了一名老机长的应有的姿态。此时机长旺威亚再次接通塔台，告诉塔台说自己将向左偏移飞机来躲开雷暴云，然后起飞。这时副机长安德鲁赶紧提醒他说，机长不是右边吗？机长愣了一下，这才反应过来，赶紧说，哦对，是右边，然后回头瞥了一眼安德鲁。安德鲁以为这是机长的一个小小的口误，但他怎么也想不到，这竟然是后面灾难发生的前兆。得到塔台的同意之后，机长开始熟练地操作飞机起飞，油门加速，收起起落架，调整航向，飞机没有出现任何异常，一切都是那样的有条不紊。仅仅几分钟之后，已经拉高的飞机就逼近了雷暴云，准备偏移绕开雷暴云。然而这个时候机长扫了一眼控制台，顿时惊呆了，飞机出现了向右倾斜的情况。机长旺威亚开始紧急控制住飞机，但是情况并没有好转。两个机长此时不知道在干什么，飞机不但没有平稳下来，反而开始了急速俯冲。0点过后，喀麦隆地面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已经准备开始交接班了，但是还是有人很快就从雷达中发现了异常，肯尼亚507号航班出现了奇怪的飞行轨迹，接着飞机就从雷达上面消失了。塔台所有人的神经立刻紧绷了起来，但问题来了，喀麦隆并不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机场雷达的数量不够多，雷达覆盖的范围也不够广，507号航班消失之后，他们根本没有办法锁定飞机的位置。事后搜救队用了2天的时间，才在机场5公里外的森林沼泽里发现了已经逝世的507航班的残骸。一般空难情况，就算搜救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机上人员存活的概率也很低很低，更别说这已经拖了整整2天的时间。507航班上的所有人员可以完全确定全部遇难。灾难发生之后，遇难者的家属聚集到喀麦隆的政府门口，他们迫切地需要航空公司给出他们一个合理的解释。而全世界的航空公司此刻也将目光集中在了这起空难身上。然而更尴尬的情况出现了，此时喀麦隆这个国家根本没有专门负责处理空难的机构，
甚至连专业的事故处理专家都没有。无奈之下，喀麦隆只能求助于联合国。于是一个由多国专家组成的空难调查团来到了喀麦隆。第一批到达现场的工作人员都惊呆了，巨大的冲击力让507号航班的机头直接插入了地下4米深，机体残骸很多已经沉入到了雨林的沼泽里，而且在非洲高温潮湿的环境下，尸体早已经开始腐烂衰败，挖掘工作变得异常困难。在挖掘的同时，调查员只能先从其他环节来调查事故的原因。首先他们注意到的就是当天的天气状况并不好，雷暴天气确实很容易造成空难事故，但塔台的工作人员很快就否认了这个说法，因为当天晚上有很多飞机都和507号航班一样选择绕过雷暴云起飞，他们都成功了。507号航班也一样，它是在绕过雷暴云之后才发生的剧烈倾斜，很显然不是天气的原因，那会是飞机有机械故障吗？调查员检查了507号航班的维修记录，发现飞机并没有什么故障，这基本上是一架崭新的飞机，刚刚飞行了半年而已，一切零件都处于最佳性能状态，机械故障的原因也被排除了。这个时候现场工作人员的打捞有了收获，他们发现了507号航班的黑匣子，找到了飞机失事前的操作记录，他们发现飞机在绕过雷暴云之后出现了轻微的右偏现象，但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开过车的小伙伴们都知道，如果车辆在行驶过程中松开方向盘，过不了多久车子就会开始慢慢偏离方向。飞机也一样，飞机里左右两边的乘客坐得不均匀，飞机左右两边受到的阻力不均衡，都会让飞机出现偏移的情况。不过飞机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只要打开自动驾驶模式，飞机就会自己重新找平方向，自动飞行在正确的路线上面。但疑问再次出现了，飞机的自动驾驶系统为什么没有启动呢？就算自动驾驶没有启动，只要飞机向右的倾斜角度不超过35度，两个机长其中的一个只要操纵方向杆往左偏就可以了，任何一个人都能做到，哪怕是不会开飞机的小白都知道的道理，更别说是一个成熟的机长了。但飞机为什么会没有任何操作呢？两个机长当时到底在干什么呢？调查人员带着种种疑问恢复了黑匣子里面的录音带，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录音数据恢复后，飞机坠毁的谜团也被一点点解开。首先是自动驾驶系统确实没有被打开，这是两个机长在沟通上的严重失误。飞机在绕过雷暴云之后，机长旺维亚说了一句自动驾驶启动，他这是在给副机长下命令，但副机长安德鲁以为这是机长在自我确认，而机长此时也以为副机长启动了自动驾驶系统，就松开了操纵杆。副机长看机长这么自信，也以为机长确实打开了自动驾驶系统。于是随着飞行距离的拉长，飞机开始出现了严重的右倾，直到机舱里响起了警报，机长才注意到飞机的倾斜角度已经达到了35度。此时有两种解决方案，第一种是机长此刻只要摁一下按钮打开自动驾驶系统，其他的什么都不用做，直接躺平，飞机就可以自己恢复到正常水平。第二种就是机长手动把操纵杆往左打，飞机也能恢复正常姿态。而此时机长旺维亚做出了让所有人都不理解的操作，本来飞机就在向右倾，他发现问题之后居然继续朝右打方向，然后飞机提示倾斜更严重了，慌忙之下他又开始往左打方向，机长此刻好像在做判断题一样，往左打不行就往右打。一段胡乱操作的同时，他终于注意到飞机的自动驾驶没有打开，于是他急忙启动了飞机的自动驾驶系统。前面我已经说了，只要打开自动驾驶系统，他就什么都不用做了，躺平就可以了。但此时慌乱的旺维亚机长在开启了自动驾驶系统之后，仍然在左右不停地摆弄着操纵杆，希望让这该死的警报声赶紧停下来。有点专业知识的人都知道，自动驾驶系统在发现飞行员频繁操作对抗自动驾驶过程的时候，会自动断开，把飞机的操纵权交还给飞行员。机长旺维亚的一顿胡乱操作再次让飞机的自动驾驶系统断开了。此时副机长安德鲁看着机长的迷惑操作终于忍不住了，安德鲁大声地对机长说，往左，机长往左打方向。但此时的机长好像完全停止了思考一样，听不进副机长在说什么，只是会胡乱地握着操纵杆左右摇摆，好像试图要稳住飞机一样。副机长看他是指望不上了，
于是他自己握住方向杆，开始拼命地往左打死方向。但是飞机并没有像他预期的一样向左倾斜。此时他瞥了一眼机长，顿时陷入了绝望。他看见机长依旧拼命地在向右打方向，一左一右的操作指令产生了冲突，飞机会默认不采取任何操作。此时飞机的倾斜角度已经达到了极限的45度。接着飞行员最害怕听到的失速警报响起，由于飞机刚起飞不久，飞机距离地面还很近，所以紧接着就是近地警报响起。警报响起仅仅不到20秒，机组成员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处理，汪维亚机长最后说的一句话是：我的天，我们要坠毁了。然后安德鲁说：是的。接着飞机就坠毁在了热带雨林里面。调查员无论怎么也想不明白，机长为什么会在飞机出现右倾的这个小问题之后进行这么多的迷之操作呢？于是调查员开始调查机长汪维亚的背景。接着汪维亚的所有资料展现在了调查组的面前。首先发现的是他长达16年8600小时的飞行经验。调查员发现这其中大部分时间是他在当空乘服务人员的时间，并不是他驾驶飞机的时间。后来他去了一家飞行学校进行培训，毕业后直接成了肯尼亚航空的飞行员。而在他的考核评语里面，调查员也多次发现这样的评语：对系统和程序的认知不足，驾驶舱扫视能力不足，综合能力评估低于机长标准。这说明了汪维亚是个能力严重不足的机长，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在最后关头会做出那种胡乱操作的情况。但副机长安德鲁的考核表一切正常，他为什么不及时阻止汪维亚机长的操作呢？调查组调出了近一年里所有两个人在一起搭档时候的录音资料，结果发现原来汪维亚除了能力不足，性格也十分傲慢。每次安德鲁和汪维亚机长搭档的时候，有一点小失误，安德鲁就会被汪维亚机长严重的训斥，然后冷嘲热讽。结果久而久之，安德鲁在汪维亚机长的面前变得越来越机警，少言不说话，生害怕招来机长的责骂。面对机长汪维亚的指示，更是不敢有任何质疑。507号航班出现严重的倾斜问题之后，正副机长两个人居然没有任何交流，只有机长汪维亚在胡乱操作一通。经过这次的事件之后，世界各大航空公司都修改了飞行条例，要求飞机在打开自动驾驶系统之后，两名飞行员相互交替检查，同时对飞机上的操作指令进行了明确的分工，以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那么问题来了，小伙伴们觉得汪维亚这样的人是如何进入航空公司当机长的呢？ OK，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屏幕前的小伙伴们，我是小胡，我们下期见。